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娱乐火线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。让邓紫棋没想到的是，最近她几年前的歌突然火爆全网。这是邓紫棋2017年为电视剧《上古情歌》演唱的主题曲《桃花落》。电视剧没火，主题曲却频繁在网上刷屏，不仅相关播放量达16亿，还激起了全网网红的翻唱。6年前的歌曲，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。前尘夙愿，来世路，一念桃花映过路，那一年，几许痴望在重逢。我的歌为什么老是要等那么久才没办法，这叫什么先见之明。在众多网红翻唱的同时，邓紫棋自己也出了弹唱版的《桃花落》，不仅好听，而且很上头，获赞489万，可见网友对邓紫棋的喜欢。网友直呼牛逼。不得不说，邓紫棋的歌太超前了，要隔几年才火。其实邓紫棋的这种现象一定不是新鲜事，比如她2012年发行的《泡沫》，2014年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二季一战成名，爆火全网。再等等，我等了你9年了。他2016年写的《光年之外》，直到2018年才被大众所知。邓紫棋独特有极富穿透力的声线，将爱恋演绎的淋漓尽致。喜欢的小伙伴点个赞、转发、加关注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